Hello，哇，Hello，哇，Hello。我们在书局啊，然后芝宝就看到这个超值特价的金纸箱，这很大哎，但是它的价格很超值。我们来看多少？然后这是我99哎，这箱子真的很大。我真的很好奇里面到底能装什么，装到这么大箱却只要卖99。然后它的标语是写。香香精彩，惊喜连连，送礼自用，买到赚到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哦，开箱看看。好，开箱看看。剪刀很危险哦，大人来用就好，来，结果。好，准备开箱。是吧？你有期待吗？1、2、3、哦，等一下，芝宝不行，来，我们来看第一个，好，我拿出来了，第二金球，第一个我觉得就已经蛮好，哇，大包包哎，这个包包很大哎，而且很流行的那种手提包，我收到这个。书本是笔记本呢，而且是日历形式的哦，可以记录很多东西哦。我觉得这个也很实用哎。好，那我们那个包包、手提包跟那个周记本开箱，那我看里面还有东西。爸爸，你是第一个。这个哎，熊熊的小笔记本。这是他的。好，给弟弟。小小的给他，大大的给我吧。好。然后，这个是镜子哦，很适合小女生用的哦。我想要。你想要是不是？不行。那你打开来看看。嗯。是不是每个小女生都要有一个镜子啊？没错。没错，对不对？我帮你。这99送的东西也太多了吧？如果你在考虑要买镜子的人，你不如买一个这个惊喜包。又不是每一个里面都会有。你看，这镜子其实很大哦，跟芝宝的脸比起来，差不多一样大哦。芝宝看前面，看前面，你看你的脸跟这个镜子比一样大耶。好，真的很实用的镜子。来，哇，里面还有很多东西哦。我把一些小的先拿出来。好，这里有一个，哦，这个是那个名牌的名牌套。哇。然后这个是手拉礼花，这个我不太确定。然后。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给我们一个行动箱，是我们要把所有价目贴上去吗？这还可以转卖是不是？去跳蚤市场的时候转卖可以贴这个。它其实也可能是比如说包装礼物或者是干嘛，可能有需要这个东西。我跟你讲，学生一定要有一把尺。尺。尺，对。心里要有一把尺。你看这个。16公分很够了啦， okay 啊、做数学题什么的很方便。看好了，哦，它里面还有一些小的有的没的啊。这个夹子，哇，我爱小的那个五彩亮片 ，DIY 用的哦。那个做卡来，这个啊，做卡片的时候啊，就可以粘一些五彩亮片，或者做一些手工 DIY 都可以用。好，这个是牛皮纸袋哦，但是它是那个格纹的，它写仿古格纹牛皮纸袋，送礼的时候可以用这个袋子装，真的很文具店风格，真的。爸爸，你看，怎样？好，这箱子空了哦，箱子空空了，那它最后一个里面拿出来就是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要怎么形容？资料夹。资料夹，对，文具可以夹一些，放一些 A4 纸，可能可以放你的。爸爸，
奖状啊、情书啊、考卷之类的、啊，都蛮方便的。好，那我们整理好、摆好之后，能发现这个99礼包真的放了很多东西。我真的啊，我觉得还蛮建议小学生，如果你真的需要买一些笔记本啊，或者是说一些尺、镜子、手提包啊，还有文件夹，对，还有文件夹的话，你不如真的去买一个这个。那我们的开箱就到这边喽，那我们要跟大家说拜拜喽，一二三，拜拜。